这对我来说呢，其实有跟没有都一样的，因为我每天的工作的节奏太快了，而且一直要跑来跑去，所以根本没时间踏到 pantry。哎呀，就算公司拿很多 budget 给 pantry 啊，都不关我事咧，我都没益到我自己。OK， 来说一说 Facebook 的部分好了啊。在这里呢，有看到的是 Kevin， 他说我是属于 A 的。OK， 那为什么他会说 A B C 呢？让我再重复一次，今天给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啊？你的 pantry 像是 A B 还是 C 呢 ？A 就是救命之地，就帮你充饥啊，你犯困的时候啊，打瞌睡的时候，花底的时候啊，就去到 pantry 可以打救你。B 就是八卦圣地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就是 gossip 这里 gossip 那里啦。C 就是从来没有踏进去过啊。A B C Y Y tell me why， 赶紧去到我的脸书留个言 ，OK？Kevin 他就说我是属于 A， 每当工作到眼睛。